舞练巅峰，作者默默，演播人巨舞巴雅居。第2994集，给不给面子？你在找追风吗？杨开冷冷地望着他，那恐怕又让你失望了。追风不在这个大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杨开没有说谎，追风确实不在飞云大陆，而是在小玄界之中，所以这种话说起来，杨开没有半点负担。林思闻言表情一松，他虽受伤，可半上的底蕴摆在那，确实没有察觉到追风的气息，也没有其他半圣的气息，紧张的心情顿时稍有平缓。杨开方才的表现虽然不俗，可也没被他放在眼中，只要那来自百灵大陆的畜生不在，他还真不惧怕什么。你突破了？林思黛眉微蹙，即便是在问话的时候，也是我见犹怜，仿佛之前在那粉色大床上极尽放荡之事的并不是他，这才是魅魔的恐怖之处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有魅惑人的本事，而且自然无比，没有丝毫刻意的痕迹。不错，杨开坦然承认，刚才他动手之时力量的波动极其明显，在这种事上否认也没有意义。银丝微笑，一个魔王突破对他来说没有多少意义，中品魔王和上品魔王难道有什么区别吗？他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杨开为何会来飞云大陆，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深意。沉吟了一下，银丝道，是圣尊让你过来的。上次在昼天大陆，他被月桑蛊惑设局对付杨开，当时也没多想，主要是他以前欠过月桑一个人情，月桑开口他实在是没办法拒绝，在这迪丽也参与其中，玉如梦麾下三位半圣联手，事后就算圣尊知道，恐怕也没办法怪罪什么。可那次计划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，事后他才知道圣尊对这个人类极其看重，这才有了一丝后怕。不过圣尊最近没有找他的麻烦，让他以为昼天之事已经过去了。这时候杨开忽然明目张胆地来到飞云大陆，还肆无忌惮地冲他下手，不免让银丝有了些多想，这会不会是玉如梦的意思？若真是玉如梦的意思，那他恐怕就在劫难逃了。此事无关圣尊。杨开冷哼一声，只是本王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罢了。昼天大陆中，他被玉如梦麾下三位半圣联手对付，月桑虽然已经被明月斩杀，但银丝和那迪丽却依然活蹦乱跳。自己若不是眼下这种处境，杨开也懒得在这个时候过来找银丝的麻烦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，哪有时间浪费在此处。只是如今玉如梦与其他魔圣又达成了新的协议，整个魔域不知道有多少半圣在暗中盯着自己，若不展现点让人忌惮的实力，只怕日后会麻烦不断。而飞云大陆便是他展现实力的舞台，银丝便是他试手的对象，正好借此来清算之前在昼天被算计的账。一个上品魔王如此大言不惭，银丝心中又气又怒，换作平时早已动手好好教训他一番，叫他知道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。但面前这个家伙实在是有些特殊，且不说他本就被圣尊看中，如今更有大帝机缘在身，假以时日，搞不好就会成为魔域的第13位魔圣，银丝还真没有胆子动他。沉吟了下，银丝浅笑嫣然道，杨亲王，本宫觉得咱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，
误会。杨开嘴角勾起，银丝的反应有些出乎他的意料，还以为今日来此会有一场硬仗要打，谁知道对方居然未展先气，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意思，当下不置可否道：“银丝大人觉得咱们之间的事情只是误会。”“自然。”银丝点头。日前本宫受月桑蛊惑，一时间鬼迷心窍，才与之联手。不过那个时候本宫也没对你怎样，不过是替月桑引开了追风而已，而最终你也安然无恙，反倒是月桑死在那位大帝之手下。说起来你并无什么损失，更何况你我如今都在圣尊手下效命，真要是撕破脸皮在这里打起来，传扬出去对圣尊也不好，只会让其他魔圣嘲笑圣尊御下无能，你觉得呢？杨开摸着下巴说道。说的也有些道理。银丝咯咯轻笑，声音悦耳动听，薄纱罩体之下，胸前鼓胀胀的，惹人遐想，任何男人看了只怕都要激起攀登和将之解放的念头。这倒不是他施展了什么魅惑之术，而是本身魅力所致。笑声之中，银丝又道：“既然是误会，那咱们把话说开就行了，也省得大动干戈。”语气酥软，心中实在腻味的不行。若不是看在玉如梦的面子上，他又怎会对一个上品魔王这般和颜悦色？身为半圣，自有半圣的骄傲。上品魔王在他眼中不过是寻欢作乐的工具罢了。本以为杨开态度软化会卖他一个面子，谁知道杨开咧嘴一笑道：“我云影大陆在那一战中死伤无损，银丝大人难道只凭几句话就想让本王罢手退走？未免也太没有诚意了吧。你云影有死伤，难道我飞云没死伤了？那一战无论是云影还是飞云，两个大陆都有不少人丧命，本来这也不算什么大事，死掉的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银丝还真不放在心中。但杨开既然要拿出来说事，那情况就又有些不一样了。”心中恼怒，杨开不识抬举，表面上却依然笑盈盈。那你觉得要本宫怎样做才能展现本宫的诚意呢？说话间竟是媚眼如丝地瞥了杨开一眼，一副深闺怨妇欲求不满的模样。杨开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大手一挥道：“简单，只要银丝大人拿个千二八百的万魔丹出来，前次之事本王便不再计较。正如你所说，大家都在圣尊手下效力，撕破脸皮对谁都不好，本王就给你这个面子。”千儿八百。银丝眼角一抽。亲王说笑了。他也不是拿不出这些万魔丹，但真要拿出来，非得将家底掏空不可。万魔丹对他也有大用，怎甘心就这么掏出来？若是百八十粒的话，倒不是不可以商量。杨开脸色一沉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本王给你面子，银丝大人却是不给本王面子了。不给本王面子，本王可是要发飙的。”银丝皱眉道：“千儿八百的，这实在太多了一些，不如咱们再商量商量。”“哼，没什么好商量的。”杨开霸道的一挥手：“要么拿一千粒万魔丹来，要么本王拆了你这飞云大陆。”“亲王非得这般咄咄逼人吗？”银丝也沉下了脸，在他看来，他已经给足了杨开颜面，换做一个别的上品魔王，哪有资格跟他在这里唧唧歪歪呀？真以为被圣尊封个亲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身为半圣，他的耐心也快要被磨光了。我看你是没有半点诚意。杨开眼珠子一瞪，
一脸煞气，魔元催动之下，整个人都被漆黑的魔气包裹起来。既然如此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本王就先把你弄死。说话间，竟是隔空一拳朝银丝轰了过去。拳出之时，魔元翻滚凝聚，竟是化作一条漆黑长龙，呼啸咆哮，睁开大口朝银丝咬去。弄死我！银丝怒极反笑，真不知道杨开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底气，素手一抬肩便与杨开对了一拳。轰隆一声巨响，整个宫殿都在那爆破的气劲下四分五裂开来，房屋倒塌无数。银丝后退一步，飞上天空，眼中闪过了一丝诧异之色，这家伙好大的力量，还真不是一般的上品魔王所能够比的。他如今纵然伤势未愈，可也没有哪个魔王能随便将他击退一步。另一边，杨开却是倒飞出了十几丈距离，也翻滚着窜上了天空，摇头晃脑道：小娘皮力气不小啊。话音未落，又一次冲了过来。如此大的动静，自然是将外面的魔族惊动了。此刻一个个抬头望去时，只见自家半圣竟和一个魔王激战一处，都纷纷地张大了嘴巴，一脸诧异。那个负责在外检查那些男性魔族的女魔王更是吃惊的不行，因为她已经认出那个正与银丝激战的家伙，便是方才那个让她有些春心萌动的厉魔。可是此刻再看，这家伙哪是什么厉魔呀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之前对那家伙的话竟是深信不疑。唰唰唰，一道道身影飞窜上空中，俱都有魔王的修为，个个面含煞气地朝杨开扑去。都滚开！银丝娇喝一声。没有本宫的命令，谁也不许靠近。说话间又与杨开对了一招，身形微微晃了一下，杨开却再度被击飞了十几丈。身为一个半圣，自然有半圣的尊严，被杨开如此肆无忌惮的挑衅，银丝也有一些恼火。若是一般的魔王也就罢了，可偏偏杨开的身份有些特殊，让他有些束手束脚的，更不敢让自己手下的那些魔王们靠近。万一手下那些家伙不知轻重把杨开给杀了，他可没办法跟玉如梦交代。一声令下，朝战场处扑去的魔王们果然纷纷驻足，四散开来，将那一片战场围得水泄不通。众魔注视之下，杨开与银丝各穿着一件禅意薄纱，两人的身躯都是春光无限，却在天空之中酣战淋漓，场面着实有些滑稽。只不过那战局从一开始就是一面倒，银丝屹立当空，八风不动，杨开却如穿花蝴蝶一般在他身边窜来窜去，每一次靠近都必有一次剧烈的轰击，却都被银丝随手化解。这场面看上去啊，就好像是一个成年的大人在戏弄一个小孩子一般。观战的一群魔王们也都放下了心，同时奇怪，这个家伙到底是从哪里蹦跶出来的？明明实力不济，却为何要来自取其辱？杨开，你不是我对手，不如就此罢手如何？银丝美眸含煞，也是动了怒火。尽管杨开不能将他怎样，但被一个上品魔王如此挑衅，也有损他的威严。这对他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场闹剧。自然是想迫不及待地早点结束。本王还没出全力，你又怎知我不是对手？杨开怒喝，体内魔元一催，以比之前更加凶猛的姿态朝银丝扑去。够了！银丝怒喝一声，面对杨开这一击，竟是罕见的没有再反击的意思，只是冷冰冰地凝视着杨开的双眸，森声道：你没出全力，本宫难道就尽全力了吗？
话落之时，神念跌荡开来，双眸化作无底深潭，有奇特的光泽流淌而过。杨开的身形蓦然定格在他面前，动也不动，本来杀气四溢的眼睛也忽然变得空洞起来，轰出去的拳头距离他高耸的胸脯只有三寸之遥，卷起的狂风让银丝秀发飞舞。四目对视，银丝淡淡说道，难道你不知道身为一个魅魔最擅长的是什么吗？你真以为有圣尊庇护我就不敢杀你了吗？说着话，纤纤玉指已经点在了杨开的胸膛之上，眼中闪过挣扎的神色。站在他面前的可不单单只是一个上品魔王，而是一份天大的机缘。若是在这里杀了杨开，那一份机缘也会转嫁到他的身上，为他打开一条通天之路。他如今已是半圣，再往上一步便是魔圣，是站在魔域最顶峰的存在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。原本昼天之战结束之后，他对这份机缘已经不抱任何希望，只期望玉如梦别在事后找他麻烦就行。谁知道好好待在自家里寻欢作乐，这份机缘居然主动送到了眼前。只不过真要是在这里动手杀了杨开，那就等于彻底与玉如梦撕破脸皮了，他就得立刻离开飞云大陆，去投靠别的魔圣寻求庇护。而在别的魔圣的地盘上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生出什么变故，万一再叫别人给算计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他才有些犹豫，到底要不要在这里动手。只不过还没等他考虑清楚，便忽然感觉手腕一紧，吃惊之下低头望去，只见自己的手臂被杨开死死地攥住，那恐怖的力量竟把他捏得骨头生疼。而杨开原本空洞的眼神也在这一瞬间恢复了神采，咧嘴狞笑，捉住你了。你银丝花容失色，想都不想抬起另外一掌，狠狠朝杨开胸口拍去。欲收听武炼巅峰第2995集。听众朋友们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侠玄幻小说《武炼巅峰》，作者默默，演播人巨武巴雅居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。我心生出牵挂，共谁演绎这张金戈铁马，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？